欢老师，非常高兴看到三对璧人。哇，这个就是所谓的异国婚姻，对对不对？一位外国朋友，一位是我们自己的同胞，看到同胞有好的归宿，我也为他们高兴了啊！所以在这边这个过程里面，这结婚也是一种学习的方式，对，比学校学的还多。所以我们的助教呢，也是非常有经验的。是的，因为现在正在异国婚姻当中的李佳女士，结婚了要叫女士了。对不对？很不习惯。对，对啊，一直享又有异国婚姻的张克凡先生，就是我们说的城市猎人，不是不是，光棍王老五。你有很多外国女朋友吗？女性友人，有很多这个跟外国女生做朋友的经验，有，对不对？是。另外一位。有看过很多异国交友状况的林荣先生，这个今天三对里面是有两对结婚了，有一对快要结婚吗？还是不一定？不一定，有可能。哇塞，哎，你看他指甲有多亮啊！对啊，哇，他做那个，他老公就要花很多钱吧？小乐，他做指甲要不要花很多钱？我不知道啊。你不知道？谁付啊？他说，哎，很贵吧？好了，不用研究那么久了。哎，小乐也搞得自己很像 rocker 一样。小乐现在，小乐应该还没有买单呐、啊，还没买单，还不知道账单要多少啊。今天让他知道做那个指甲到底要多少钱，哦、对不对？我们信口，好了，信口牵钩。来，大家要讲一下哈、哦，怎么认识的？很重要的嘛。我来台湾旅行，然后我去一个 pub。然后我看你去干嘛？玩还是表演？可是我在表演。哦，你在表演，舞台表演魔术。然后在他是吧台。哦，对，是，对，大学。真的？对，大学的。大学的时候打工，对不对？对对。很努力，然后我看到他的微笑，我觉得太迷人了。你怎么知道？当然知道啊！你怎么会觉得太讨厌了？我娶她吧。对，还我怎么知道？然后呢？对，然后。可是我看到他，然后我们当朋友。我在台湾一个月而已。然后我告诉他，我们都有条件，我们说不能当男朋友、女朋友。什么意思？你们说好不要当男女朋友。对，当朋友。因为我们都讲话的时候，他很成熟，然后我已经31岁。对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们两个不要说在一起，对，就一定要什么结婚啊那种。就先当朋友，我们先当朋友。好，可是我看到他，我觉得哇，他真的很特别。我不要来这里哦 ，OK， 我们就是去玩，然后我是好好，我是你的男朋友，然后我也去美国，然后都没有看到他。哦，你不要这样，不要，你不要这样。对，所以你们当朋友当了多久？对，我说我要一个月，当了一个月之后呢，他就回去美国了。然后呢？然后他再过两个月再来呀。哦，对，你们到现在不要跟我讲，你们还是朋友啊？是啊，我们还是朋友，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啊。所以你们有没有经过结婚这个手续？有啊，有。哎，吓死我！你们当然，我的意思说，我们本来我们是我本来你们要是朋友，当朋友。然后我回去美国，然后我真的很想念他。然后我回来，我跟他说，哦 ，I love you。OK， 我不要这个条件，我要搬来台湾。多久了？当朋友？是7年吗？那，你反正从那时到现在17年了嘛。那个你们一开始是朋友，到现在还是朋友啊，还是朋友啊。对啊，中间那个结婚其实对你们来讲没有那么重要。有啊，他的 visa 就可以解决了。原来你想要变 visa 啊？不是重点，是重点。这个 point， OK， 他都说这样子，我觉得哦，好不浪漫啊，拜托你，对吧？这不重要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去菲律宾就好了，去菲律宾就好了。No， 真的，20年前啊，多久以前？17年前，对，表演的时候认识了，对，啊，这一对目前是最厉害的，17年了。第二对结婚了，多久了？快要3个月啊，2个多月，是，你们怎么认识的？我们在一个派对，然后我那个时候刚来台湾，不认识很多人，
不认识。对啊，应该几乎什么人都认识。中文好吗？那个时候刚来的时候。不会啊。完全不会。怎么办呢？啊、一点点而已。嗯。对啊，然后再派对一个人喝酒。好无聊、哦。就是靠着墙壁。靠着墙壁一个人喝酒。装寂寞。壁花先生。哇，这招很厉害。然后呢？听起来是一个很悲惨的。很悲惨。一点都不悲惨，碰到他了。对，结果。我应该比较害羞，所以我不是主动跟他讲。嗯，但是他过来开始跟我讲话，然后发现他的英文很好，英文很好。对啊，而且没有不是英文系，没去过别的国家。嗯，所以我那个时候认为，哦，这个女生很聪明，很适合我。他没有出过，没有去过别的国家，然后也不是英文系的，英文那么好，头脑一定很棒，对、啊、头脑也应该很好。哦，你已经开始欣赏他了。所以我觉得啊，应该约这个女生出去。哇，这个美国人，哇，很好骗的啊。Michael 看起来很老实哈、哦，是不是 ？Michael 真的很老实这样。对，他最大的优点就是很诚实，很诚实，超级诚实，诚实到有时候你想。太诚实了，讨厌！你说要有一点点善意的谎言嘛，是啦，对不对？最后一对，还你看像不像 rocker？ 你们两个多久了？三个月。小薇在笑，三个月，你们才认识三个月，对啊，那怎么认识的？有一天我在夜店。夜店耶！夜店，然后呢？喝醉了。我不会喝醉啊。我没有喝醉。对啊，然后我看到 Betty， and 但是她身边有很多男人， so 大家都觉得她很美丽，绕着她，对不对？小乐，小乐，小乐，你会觉得我很面熟啊？原来就是你个胖子啊！哎，这种姿势，这旁边一定有的。对呀、啊，怎么办呢？你就注意到他了，而且我一个人来，所以我觉得我跑过去认识他很丢脸啊，尴尬。所以我觉得我需要用别的女生让他嫉妒，让他嫉妒。你要用别的女生让他嫉妒。嗯，所以我看到一个辣妹，我跟她一起跳舞，在她Betty 的前面，然后一起跳舞，然后 Betty 看到我，嗯，我对她笑，但是她突然look away。抓别的男生的手臂 ，and 我有一点生气，所以我他还生气，你用这个方法那么烂，我用面子丢他，嗯，他觉得很好。你的第二招就是用面子丢他，那全部的，然后一把面子丢他，哎，你还好碰到 Betty 啊，你一丢我，我拿酒瓶丢你，怎么办？他觉得很好玩，他大笑，然后他把面子丢回来。你丢他，他再丢你，对啊，两个人就开始丢面子，打情骂俏，是很好的方法。然后我到他的身边，跟他说，哦，你很不礼貌，啊，好恶心哦，这个先丢的还是对，而且那种口气就是撒娇，对，你不礼貌哦。然后呢，你接受了，可是你接受了没有？就是那时候我觉得，怎么会有人用这种方法？用错招了嘛？然后我们聊天 ，maybe 两个小时之后，我要拿他的电话，我要他的电话号码。嗯，但是我忘记他的名字。他不知道我的名字。你要到电话，可是没有问他的名字。我不敢问他，因为你不敢问他 ，maybe 让他生气。我在我的手机里面叫他名字。哦，他的代号叫面子，嗯，所以他隔天就打给面子。小乐很奇怪，他认为那个女生愿意把电话给他，可是不愿意跟他讲他的名字。对，而且是小乐的习惯，他的手机里面还有一些什么马桶刷、清洁剂啦，清洁剂啊，对对对，通通是代号。手边有什么啊？那个杯垫呐、啊。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，有的女人被他用清洁剂喷过，有的人用马桶刷擦过，这倒蛮厉害。这边有三对，这边有一组。好，来，你的相识经验。我跟我老公认识已经十年了。嗯。当初他来台湾是因为来开健身房，然后他是老板。
对，然后我高中同学呢是他的员工，所以他就打电话找我去跟他聊天。同学找你去？同学找我去聊天这样子。那我们就在那边聊天，因为他在上班嘛，我们就假装就是客人，然后跟顾客这样在聊天。结果呢，那我现在这个老公就走出来，就说：“哎，你跟客人讲完话之后来找我。”那我想说：“哎，是不是被盯了？因为我们两个聊太久了，你知道吗？光聊天不上班，看我怎么修理。”对，那我同学说：“哎，你先走好，先走好。”我说：“没关系，你就骗他说我会买那个会员卡，好不好？那这样你就不会有事。”然后就是他等于是 sales， 对，我说，然后我就走了。没有过不到十分钟，我离开之后，我同学就打电话来，就说。哎呦，我老板要我介绍你跟他认识。哎呦，搞了半天不是要把我赶走啦？对呀、啊。老板在吗？老板今天没来啊？对对对，他知道了，讲他害羞、喔。对，然后后来呢，就是，可是后来因为我去运动，他也都不跟我讲话，可能是害羞吧。可是我是觉得他有点怪怪，一开始的时候。像。Michael 这种害羞，还是像小乐那种怪怪的，就是他会 mix 是有一点点，因为我在运动，他会从后面偷偷的这样走过去偷看，那眼神怪怪的，但是他都不来跟我讲话啊，然后他就跟他所有的朋友跟员工讲说，那个以后是我的老婆。还没有，两个都还没有，我们都还没有讲过半句话，他就跟我们高中同学这样说，他就一直偷看你，对，然后就说，然后除了你以外，他跟任何人都讲，对，老外也流行紫薇啊，没有，我不晓得，他就很有把握吧，后来，他认定了啦，对，后来我们就两个人就是，也是后来真的他鼓起勇气跟我，请我去吃饭，然后我就跟他去吃饭这样子，请问这个老板哪里人？他是美国人，美国人。对，后来真的就是有一次在夜店里面啊，夜店啊，喝醉了，他用什么东西丢你啊？整个脸盆翻起来，好样鼻的。没有，他就直接问我说，他可以当我的啊，他可以亲我吗？哦，对，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两个，小乐，你摇什么头啊？哇，他说这么爽，半年哦，半年六个月以后，对，然后我就说 OK 啊，然后不到2个小时我们就回家了，熬了半年，对的，垃圾垃圾，哇，哇，你这个结论下得非常好了，我看着他长大，对啊，就是这样认识的，其实你的经验。肯定没有他多嘛？哦，当然没有。你有交过几个外国女朋友？外国女朋友，我交过一个英国女朋友。英国的，英国就一个。那个是我真的第一次鼓起勇气要把外国妞。没有小暧昧，外国很多。我连跟我当时那个女朋友去纽约游学的时候，都有早餐小暧昧。对。我去纽约玩一个月，然后呢，我女朋友就是当时女朋友她都没有那么早起床，你起得比较早。我那天也不知道，女朋友那天是还没睡，那天也不知道怎么搞的，没睡，我就拍拍纽约的街景，然后那个时候呢，就拍拍拍，就看到一个一个女生，外国很正，金头发，就金发 ，OK， 走过来我就说 Hello， 因为我在拍嘛，观光客 ，Hello， 她跟我说您好。牛角，对，牛，北京口音啊，北京口音很明显，他的那个教授一定是北京人，刚好他是纽约那个 NYU 的那个中文系，他们的外文系的中文系。然后呢？啊，那就我就从那一天开始啊，每天早上7点起床，每天记录纽约的早晨，吃早餐吃到8点再跑回去睡，好冷哦。你真的有交过那个什么英国女友啊？英国女友多久的？她也是交换学生，可是在台湾，在台湾，就我也是就在她在吧台嘛，我就想说，哎，老外，Can I buy you a drink？ 可以的，我叫吴小凤，你呢？我都碰到这种的啦，行，真的，小胖子你真行，很厉害，爱上老外，竟让老爸当场抓狂翻脸啦！在一起的时候，93年的7月的时候，带他回去算是提亲。提亲，对， okay, 就是要提亲。那我爸不交我的男朋友。提亲之前，你爸爸都不知道。都不知道。没有男朋友就算了，还是个外国人。不知道。然后呢？然后虽然他当场就还蛮生气的，然后就说如果我敢跟他结婚，他就要登报脱离父女关系。准备好。
真行，很厉害。我交往也没有很长，在三四个月，差不多三个月了，差不多。啊，所以他们现在大概是最重要的关卡。对，如果能过，大概可以往下走。对，如果不能过，就不能过了。废话，这么了不起啊？好了，没有，就是给你们自己回去想一想嘛，给你们建议嘛。这个中国人跟外国人交往有没有什么问题？你觉得在你们的交往或者婚姻当中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，他爸爸没有接受，对，他说因为他姐姐在美国跟美国人结婚。谁的姐姐？我的姑姑。对。哦，你爸爸的姐妹就对。对对。哦，然后呢？然后他们离婚。可是他都没有回来台湾，还在美国，所以他觉得哦，你要偷我的女儿。结果呢？结果我爸就当场就还蛮生气的，因为其实他不知道我交美国男朋友。那一天是我们一个朋友跟我们一起回去，就是我们大概1992年的九月认识，那到93年的七月的时候，你带他回去算是提亲。提亲，对， okay, 就是要提亲。那我爸不知道我有男朋友。提亲之前你爸爸都不知道？都不知道。没有男朋友就算了。还是个外国人，不知道。然后呢？然后所以他当场就还蛮生气的，然后就说如果我敢跟他结婚，他就要登报脱离父女关系。可是他很厉害，他说好，说好，算了，然后我们走了，然后我这种，真的，真的，哦，你姐不暴露哦，你姐不暴露，你有什么资格讲人家？我跟你讲，你不能威胁我老婆，因为如果你这样子，他的个性好。结果你爸真的有登报跟你没有终止？没有，因为我们七月的时候就没有结婚啊，我们等到十一月再结婚啊。那这有什么两样啊？有啊，看了四个月啊。你是想等他气消了？好，那我问你，十一月你们结婚有请你爸爸来吗？没有哎。他不来？没有，因为我们要在台湾结婚，必须要公证结婚才能够当时了。外国人一定要公证，所以你们公证。对，然后我们公证的时候就是要有两个证人，然后其他的管理嘛。那时候我就请我二姐跟她的朋友当证人，然后我妈妈就来管理。可是爸爸生气。我妈妈一直都认为是 OK 的，她说反正我因为我有五个姐妹，我妈妈都说嫁一个不一样的有什么不好？有人爱吃牛肉，有人爱吃猪肉，有人吃素嘛，对不对？她妈妈在她的后面说没关系，她爱你的时候就好了，只要她爱你，你快乐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我爱我的岳母，她很棒哦。对，所以你爸爸知道你要去公证，他不来啊？不知道这个事他都不知道啊？知道，他不知道，你这不好入啊你。我忍不住了，我。那他已经说他不是他的女儿，所以哎，不能爸爸说这是生气嘛？对啊，他没有，我们其实后来就没有对这件事去做 confirm， 就是没有再去确认说他是不是还是那么生气。那反正我们就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决定了，就是要做了嘛。好了，然后所以他我们当天结完婚完，我妹妹跟我妹夫就做东就请客，然后我爸有到场。哦，因为要吃饭了。对，可是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吃饭。装。对啊，其实就是哎呀，好啦，就是没有就放你一马了啦。第二对，这算新婚了啊，有问题吗？你这个老实人给我动起眉毛来了，怪里怪气的。有没有碰到什么很困难、很不好解决的问题？应该不是不解决的问题，没有那么严重。没那么严重，但是因为文化的差异，就是不断会出现小小的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就是像我以前住在芝加哥，然后我去中国餐厅，然后很道地的中国餐厅，然后我点了一个我不知道，就是一个鸡肉的，就是一道菜，然后服务生说你不要吃那个，然后我说我很固执，所以我说我一定要吃那个，然后他说你不会喜欢，结果上菜的时候那个鸡冰冰的。那叫什么？那个冷冻的鸡，醉鸡，绍兴醉鸡，不是，不是吗？应该是白斩鸡。白斩鸡，对，冷冻的白斩鸡。结果我第一次看他的家人，我十过年的时候，然后他们爷爷奶奶，就是很老很传统台湾人，然后就是所有很多传统中国菜，然后其中一道菜是白斩鸡，冰冰的。对啊，冰冰的。你们家的白斩鸡也是冰冰的？是。我怎么不记得白斩鸡是冰的？白斩鸡谁吃热热的？对，冰的。然后呢？
而且更可怕的是，很多内脏、鸡头、鸡爪、鸡脚都有。眼睛、帽子的那个。对，鸡还跟你说嗨，印尼、英国。你说有一些这种文化上的差异，你到现在习惯了吗？你敢吃吗？我还不吃、那個，还是不习惯。还是鸡？对，没有在他面前呢、啊，吃卤味、吃臭豆腐，都会让他觉得，你为什么在吃那个东西？臭豆腐，你这些都是你喜欢吃的。对，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超好吃啊，超赞的。那你会不会因为他害怕，所以避免在他面前吃？会，有时候我买卤味，还会就是到房间里面吃，躲起来，自己在那边吃。在卧室吗？有一次在吃的时候，他还嫌那个塑胶袋声音太大声。我在他已经不让你闻到，你还嫌塑胶袋太大声？我在看电影。你在看？哦，他在看电影。他在看电影。哎，刷。好了，这个三个月的这一组。有一天我跟 Billy 见面，真心话大冒险。那天他没戴他的家的睫毛，我很惊讶，因为他看起来别人。老外大战台湾妹妹，张克凡当场反呛啦！比较怎么样？还是气，很厉害，还是气，他们唱得很。外国女生，对，男生很多，他们很吵。你现在人他们在跟你讲话，我认识中国女人都很吵。谁啊？没戴他的家的睫毛，我很惊讶，因为他看起来别人。他没戴睫毛，他看不出来是他。你以为是别人是不是？我很惊讶，吓一跳。就是我不太喜欢，因为是大部分的台湾女生。他把眼睫毛拿下来，你不太喜欢的。我不太喜欢，还是不习惯。他不喜欢女生化妆。这会不会造成问题？他会不会请你妆要化淡一点？还是说不要化妆？不要化妆，对，那你没办法接受。就还好，就偶尔就是那种他不在的时候赶快戴睫毛。然后他一走，他一来你就撕下来啊。哎，一个有一个没有，这会吵架吗？还好，我觉得。这个问题会大吗？你们有什么问题？我其实没有什么大问题，我也是结婚的订婚的那天才介绍我爸妈跟我老公认识。他们才正式见面。之前你有没有说？之前只是耳语听到，在报纸上面啊，我才信。还是你又暗示的？你姐不好录了。还是他回家跟他爸比，跟他是一样的。你跟他爸比，哎，我有男朋友啊，三个字，第一个字。外国人。对，他知道，他不知道。就是隐约知道说我有一个外国的男朋友。大概知道。然后订婚的那天，他们才正式见面。不过因为我老公啦，他其实还蛮贴心的，就是在我们结婚之前，他就先就是买了一个很大的房子，然后呢，就是说要接我爸爸妈妈还有我妹妹一起，大家一起住，这一招够辣。然后就是等于是先完成我的梦想，因为那时候我就很想要买房子给我爸妈住这样子。然后后来他又把他的中文名字姓李，改姓李，也不是说改姓，就是取名。姓李就对了。他入赘啊？他没有入赘，但他就是姓李。他把他的姓改成李。中文名字对。他叫什么？他现在叫什么？李杜凯。李杜凯。对。然后这样。平安可以永久啦。啊，对啊，入赘嘛。因为我爸爸是独子，然后我们家只有两个女生，所以如果我生的小孩以后是姓李的话，就完成他传宗接代的很大的梦想。还有叫杜的话，就杜字辈嘛，所以李杜。什么怪笑话？因为我现在生的儿子，对啊，我生的儿子就是姓李，所以不但照顾到你，连你爸爸的梦想，对，他都一并帮他解决了。所以那时候我爸就很开心，就说 OK 没问题。所以我们这样子有没有办法分析出来老外喜欢的样子？我觉得啊，老外喜欢的东方女孩子，他喜欢神秘感，小鸟依人。比较稍微娇小玲珑、瘦瘦的，我看到的都是这样子。哇，还把名字卡进去哦，娇小玲珑。我看到大部分都是这样子。对啊，大部分都是神秘感。
神秘感，神秘小鸟依人，小鸟依人，玲珑。对，就是每个男生都喜欢神秘的感觉，都喜欢。如果没有太开放，太直到，然后你觉得哈，没这个一定的，东方女孩一定比外国人神秘，比较含蓄一点。你说东方女生比较含蓄一点，对呀、啊，所以男生会喜欢有那种追逐感。他以前交往过外国女朋友，就是他们国家的女朋友，跟台湾女生有什么不一样吗？美国的女生，你说，美国女生比较怎么讲？孩子气，孩子气，很厉害，孩子气。你知道我刚刚的问题吗？啊，是知道。你有没有交过外国的女朋友？就是在美国的时候。嗯，有。有什么不一样？他们不会用塑胶袋吃那个，一定不会，不会不会。你看外国女生不会用塑胶袋吃那个东西，比她好啊，那你为什么挑了她呢？我们都用盒子，都用盒子。对，你们两个一起改进，你要用塑胶袋，我们一起用盒子。那一定有比这个还要多的优点嘛，对不对？它的优点是什么？对啊，我刚来台湾，对台湾没什么想法。嗯，结果 no idea。对，就是一个地方。嗯，我经过做电脑，啊，不知道做别的。OK。然后，我做电脑，对台湾的电脑。对对。然后我来这里，我发现哦，台湾女生都很安静，比外国女生对安静很多。外国女生有时候很疯狂的，很吵，太开心了啊！他们很吵，他们很吵，很吵。因为你是外国人，他不太跟你讲话。但是中国女人都很吵。没有，那是因为他们在你面前没有戒心，看到一个胖子，谁不跟你吵啊？对不对？没有啦，我觉得有时候你可以这样感觉啦。那个国外回来的女孩 A B C 都会比较 open， 就是有时候会有点旁若无人。对，对不对？当然，近年来这个年轻的女孩有时候疯起来也很可怕。可是一般来讲会比较注意。这边有一组17年的，三个月，和相识6年的，这边是真正3个月。三个月，会不会那个时间最短的最有默契？有，对，搞不好久了都懒得理，久了管他什么事都忘了。我们看看到底是久的厉害，还是时间短的厉害啊？你看第一题第三组可能吃亏，不要说他们老外了，真的，我们自己都不知道。对呀，我跟你讲，连他本人都不一定知道。来，对不对？请问你的老婆或者你女朋友的妈妈是什么星座的？你妈妈是什么星座？我当然知道我妈什么星座、啊。不相信。她不知道她老公的妈妈这个问题，没关系啊，我就说她搞不好就。我妈双子座，她这样乱讲我们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她讲的就算。我不能不要偷偷的怎么样啊？不要交流啊！我妈妈，我是我妈。你要猜她妈妈，对，你要猜她的妈妈 ，OK 啦？哦，你很爱她的妈妈，对，所以这会答对，可以了吗？让我看一下，请转盘。好，处女座，对，啊，对，怎么可能？会不会你也不知道？我知道啊。什么座？天蝎座的。啊，乱讲的吧？没有。啊，可是答案一样哎。这巨蟹吧？Cancer 那个巨蟹。嗯，你是有印象还是乱猜的？乱写。就是我猜了，不用猜的，恭喜你猜错了。好，你看这组厉害，这组厉害。好了，第二题，女生要猜男生最爱的一首中文歌，自己的。I can sing it。小乐还问他记不记得，记不记得？紧张了，紧张了。这题就是男生写答案，女生来猜。对，男生写你最爱什么歌，然后女生猜得对吗 ？OK 啦。OK 啦，来，请转牌。哇，吻别，对，吻别，我爱台妹，台妹爱我。月亮代表，月亮代表我的心，搞浪漫。这一题答对率是100%，答对了啊！不好玩，
不好玩，因为我不会选那个开封有个包青天。哎呀，你本来最喜欢包青天吗？不是，我别，我你我别。好了，这一组已经两分了，第三题，这题跟男女无关，这是两个人共通的经验。第一次有人说我爱你，不管是男生是女生，是在哪里 ？Where？ 哇，哪里？小薇在哪里？在想。来，请转牌。哎呦，打电话。哎，对。哎呦，断的忘记了，忘记。哇，我忘记了。你们俩太混了啦，小薇。哎，拉美，请问这是时间还是地点？你们是在 Seven Eleven 还是7月11号？你们两个在 Seven Eleven 啊？ Seven Eleven。干嘛买东西的时候吗？没有，我就觉得他平常去 Seven Eleven 特别的兴奋。就是他去 Seven Eleven 就会精神特别好，平常看到我都想睡觉，平常看到我就哦好累，然后所以你记得很清楚，对，他是在 Seven Eleven 说我爱你，对，就是因为我去 Seven Eleven 的时候很开心，今年我很让我变很开心，可以，你看到四二兵你会亏钱，我来台湾的时候来台湾不简单，你需要去 apply for visa， 对不对？对，然后他们如果你现在来。一个月可以走来走去，可是我不行，所以我们的时间在一起都是很，我觉得很重要啊。哦，对。好，这题有点难，我也想知道啊。想知道。各位啊，女生三围是多少？好。我三围。三围。哦，可以我们解吗？ Okay. 什么水？你要猜他的三围。我跟你讲，这题啊，尽量怎么答、啊、，Michael， 不要再说实话了，尽量夸大、欸，因为女生也不会写正确的啦。哪是？数字越大越好，除了腰以外，哎、欸，人家三围都写得很大，45、62、75。写好了吗？来，先看看第一组，老夫老妻。哎，丘比会做人，哇！36后面还加英文字，对自己。我也喜欢吃 yellow meat， yellow meat， 哇，鸡胸肉哈。这个问题 ，Michael 绝对不会是穿着衣服你会知道的。真的，这跟买衣服没关系。他既然不知道。数字就随便写嘛，还客气什么？对呀、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他反正哎 ，Michael 真的有一点，好像太木讷的感觉啊。哎、欸，这个叫茶桃哈、哦。对、啊，茶桃下面真的木头，木头茶桃，它是化石，它是化石。哎，有一点老夫老妻的感觉。我不知道那个数字，不，我知道 like。你比比给我看，是这样子。他不知道数字，他知道手部的感觉大概怎么样。今天在这边，包括李佳小姐，都可以发表一句言论，就是你心里面最想对旁边那位说的话。这边请。中文吗？中文呐、啊，要不然我们听不懂就不敢了。This is not enough。没关系啊，你就说中文不够用啊。哇，太起秀了，有点恶心啊。一对就那么辣了，没有人抽，我们会怎样？One sentence. About what? Just me. About our life?你最想对他说什么话？你要问我吗？可是十七年，我们应该讲我呢。你最想跟他讲的一句话，关于你的魔术，好吗？当然是你对他的感受嘛。可以买多一点的。装害羞哎。没有，老婆，我很佩服你，因为你带我的小孩子，你给我很四个很漂亮的小孩子，然后我觉得我们十七年在一起 ，It's no day at the beach, OK？ 然后。我知道跟我在一起是很不容易，然后我很感谢你，我很爱你。That's not a sentence though, that's 很多。不要不好意思跟他讲啦。哎呦。女生要有点回应嘛，那男生老害羞真是。没有，他把我要讲那句话抢走了。你再讲一遍。我要说的也是，我很佩服你。
对，因为因为我爱你，这句话，这句话是我每天要讲的语言。So I love you, that's an everyday thing. But I really admire you. Okay. My hair. No. 因为在你的个性里面有一个很坚强的面，只要你想做的事情，你都做得到，这是我做不到的，所以呢，我很佩服你。谢谢。他们两个互相鼓励啊！这段虽然很感人，但有点像肉麻肥皂剧。他干嘛呢？你看用啊！你看好啦！好，第一组互相鼓励型的，真的啊！我佩服你，我才佩服你！哇！今天我们看看这个 Michael 会不会开窍，这个会不会讲一些人话？玲珑说的茶桃对豆桃啦，茶桃。哎、欸、，Michael 很有趣，穿皮鞋然后穿短袜，穿的运动短袜。今天要表好好表现一下，好不好？好好。好怎么第二个还有 vocal 呢？小伟，谢谢你陪我过日子，我很爱你。谢谢。哦，对。他很少在公开场合说我爱你，所以这已经是很大的突破了。这是对，这是突破。那换你了。我不知道，曾经有可能没说过这么肉麻的话。他说曾经没说过这么肉麻的话，这不是肉麻。我很高兴嫁了一个这么帅的老公。哦，谢谢。然后谢谢你做我的翅膀，带我去世界上很多很多地方。哇！你看小薇背后的翅膀，就是 Michael 的化身。哇！本来以为没有翅膀，秀了两个上去。那你真正穿婚纱的时候要注意一下体重，因为很难飞得起来。拜托，人家没有很重，好不好？啊？是你比较重。他们两个还没有请客，为了他好。对哦，万一请客的时候，对，对不对？对，还没有吧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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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放心，很多时间。哇塞，他连脚趾甲都花很多钱，怪怪。你准备那么多歌啊？啊，今天你的。Billy， 你是一个很好的女朋友，常常给我买很多东西，洗发精。洗发精，你说你帮他买洗发精还是他帮你？我。他说你买了很多洗发精啊。对不起对不起，我插话了，对不起。这吓我一跳，怎么有洗发精？微信是赵飞，就是。你常常来我家帮我，就是你帮我做很多东西。Thank you。你讲我们不能播的，我。你来我家每次你每次。打扫我的房间。你每天教我中文 ，and 你要让我讲流利 ，and 是你，我真的感谢。他怎么在抱流水账的感觉？男生对女生很感谢，可是要有点，就是就像他说的，我觉得我真的是太像他的助理，跟玛利亚，什么事情都帮他做好好，就是他这个，就是你这个太依赖我，希望你可以独立一点。对，三个月你想怎么样？啊，这两个动物，真心话大冒险。当然在结婚前呢、啊、一定有好的事嘛，对，可是如果心里有什么想法也要表达出来。讲完了，请回座。OK， 我还是不知道他们家洗发精要怎么用。对啊，我刚没听到你们刚讲洗发精是什么事情啊？洗发他是不是讲洗发精？他说什么？他说：“谢谢你买洗发精给我、啊。”谢谢我买很多洗发精给他。哎，他买我很多东西，就是所以回家，所以他的家里，你家里面的事情都是他在帮你买东西处理，对不对？很多。哦，他照顾你，你就是他的小 baby， 对不对？换你了，好，想要讲吗？
如果有感觉就讲啊，就讲啊，有 feel 就讲啊。哎，你讲完换玲珑，玲珑讲完换我。我玲珑，还是我先讲好，因为我没什么话要讲。啊，好呢啊。To all the girls I loved before， 是不是？对对对。爱上老外真妹，张克凡现场告白啦！有吗？有。拜拜，公主。向你道歉，好的，我刚刚错看你了，他是莎莎公主，你回去克里斯多福，没什么事就别回来了。我没有看错你，你果然就是那种狼心狗肺。先讲好，因为我没什么话要讲。啊，不然没啊。To all the girls I loved before， 是不是？对对对。啊，你是没什么话讲。你先拿，你先拿。好啦，那谢谢我的那个老公啊，你工作这么辛苦，然后啊养我，然后也照顾我的全家人，然后完成我的梦想，买了房子，然后现在呢，我们有了第一个 baby， 那我会好好的照顾他。然后我也会继续完成你的梦想，你说你要生六个，对不对？我很紧张，好吧？那李杜凯呢？啊，李杜凯，谢谢我的会员证，马上寄给我。李杜凯真是够凯啊！你够凯，要生六个，对，先生小孩一个就够了。但他很喜欢小，你愿意就对。小朋友，但我尽量啦，我如果你能够配合，就生六个。对 对, 对, 对，不过绝对不止一个。对，绝对不止一个。对对对，四个很好玩哦。嗯，好了，每个人不同啦，你不要你好玩四个，你鼓励人家，人家还想生六个嘞。哎，这边有才结婚的哈。哎，不，九年了。什么才结婚的？九年有没有话要讲？哎，不敢讲。为什么不敢讲？不好意思啊。哦。那你背对镜头嘛。好吧，那就来吧。啊。同学。啊，同学。ご苦労様でした。辛苦你了。哎，在你的面前，这首歌。在你的面前，我像个小孩子一样，永远长不大。然后能力越来越弱，因为什么事情都被你给做光了。你在 complain 是吧？他什么大大小小事情都他做了。你是我的老师，哎，也是我这一辈子永远解读不完的一本圣经。每翻开一面就让我长一点知识，每看它一千遍也不厌倦。谢谢。你不是不好意思讲吗？被逼出来了，讲的还挺多的。哎，你是音乐用完了，怎么突然来个 Love is over 啊？准备按错了，按 Love is over。换我了，换我了。你也有吗？有。你要有。乐琴。还没。你要讲你就知道。一个讲。一个啊。现在是。对。莎莎公主。向你道歉，好的。我刚刚错看你了。她是莎莎公主，你回去克里斯多福，没什么事就别回来了。我没有看错你，你果然就是那种狼心狗肺。少吃一点啦，啊，注意健康，啊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这个一般婚姻要维持都不容易了，何况这个异国婚姻啊。大家在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、成长环境，能够走到今天非常不容易。希望大家长长久久，永远幸福快乐，包括你们两位哦，好吧？谢谢大家。